觉得一会儿他见到您会是什么样的神情？他见到我，他肯定是想不到，就是。问吧，你不说连着吗？来，二号。二号。第一个问题。如实回答啊，如实回答，男的女的。这男的女的，他得如实回答。如实回答。应该是。没演过好人。四三二一，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。答对了一个东字，也没演过啥好人。答错了，来，也是小东东。来，掌声有请杜旭东老师。没演过好人。哎呀，没演过好人，说对了。被你也猜不出来呀、啊。哎呀，没演过好人，这说对了。著名演员杜旭东与大来宾郑晓宁相识多年，彼此惺惺相惜的他们，今日相聚《你看谁来了》的舞台，又将带来哪些欢乐与感动？因为他不会往杜旭东这儿想，对、我可琢磨了，他不会往，因为你俩其实这个对手戏并不多，不多，哎，对。所以